怀孕初期的时候，我不小心就感冒，结果感冒之后，孕妇很多药不能吃，所以就好得很慢。最根本的做法呢，是要调好我们的体质。BHKS 的孕妈咪益生菌，专门为了怀孕哺乳的妈咪设计的两大专利的益生菌哦，它一包里面哦，就有250亿满满的好菌，从备孕、怀孕一路吃到哺乳，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变化。天气不是忽冷忽热吗？我也没有再感冒，轻松照顾好体，才能每天都舒服。